小宝今天不在家，我一定要跟你大聊特聊。老婆，我老板刚刚打电话来，他妈妈八十大寿，我们今天一起去吧。这种无聊应酬，哪有闺蜜下午茶重要？家里怎么那么脏啊？真的，家里真的好脏好乱哦！我决定今天下午要待在家里，好好的打扫。你等一下不能去。哇塞，看起来要吸要脱，还要除尘螨。算了算了，好吧，那老婆你辛苦了。十种吸头全面净化。干湿湿拖一次完成，电池可替换，打扫不中断，拍打除螨不伤布料。哇，这么快！省下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待会见哦，今天一定要聊个痛快。LG Core Zero A9 Plus 湿拖无线吸尘器，干湿湿拖一次完成。